阳光洒进房内，简约质感装潢，单一整天也不会腻。至于国旅提前开跑，饭店业者看准商机，不惜砸重本拼业绩，更打出确诊者住房优惠来吸客。小美西，帮我开书桌灯。好的，已为您打开书桌灯。超智能的饭店客房，只要你确诊15天过后订房，就能用不到两折的价格入住。期间替国旅振兴暖身，天成集团旗下饭店餐饮品牌点数五倍送，满1800点以上还能免费住上一晚。之前在家里居隔了一阵子，然后觉得有点烦闷，然后现在发现饭店有推出这个优惠，觉得很超值，所以就立马下定了。7月15号接下来会推出的一个国旅补助，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，预估可以提升整体的业绩成长大概1到2成。另外一间凯达饭店，工业装潢充满科技感，深受年轻族群喜爱。这次更与高铁携手抢攻夏季旅游市场，寄出官网订房、高铁车票最高上看6折优惠。有中南部想要到北部旅游的客人，有北部想要到中南部旅游的客人，那他们其实都会有搭高铁的需求。很多人都已经开始预订之后的住房。原生饭店更是首次推出超杀零元住房优惠，新版希尔顿酒店除了住房优惠，还能边喝啤酒边享受特制下酒菜。台北时代寓所赠送外送抵用券，饭店业动起来，绞尽脑汁用超杀优惠抢国旅商机。三立新闻中主任刘富慈台北报道。